公元前635年，这个周王室发生了这个王子带之乱。这个时候，这个晋文公啊，就趁此机会，他就这个派兵呢，就把这个王子带杀掉了啊，把流亡在外的这个周襄王啊护送回国啊。所以这样，这个襄王当然会感激这个晋文公呢，是吧？这种功劳了啊。所以他这个晋文公这个这样出兵呢，也不是白出的啊。所以这个周襄王就因为他有功嘛，把这个樊、温、袁的战矛之田啊，都在今天这个河南省的这个黄河以北这一带，就赏赐给这个晋文公，作为一个他这个出兵的一个报酬吧。另一方面呢，这个晋文公因为是他靠这个是吧，他这个秦王啊去这个帮助这个周天子，所以这样他就把这个晋国在这个中原侯国当中这个地位啊就提高了，因为他这个对这个天子有大功嘛，立了大功啊。那么在这个公元前633年，楚国这个把这个宋国围困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宋国就没有办法，只有向这个晋国告急。所以第二年呢，晋国就是纠集了秦国、齐国、宋国是吧，这几个国家，他派了这个700辆兵车，所以跟这个就去这个救宋了，实际上就去打楚，跟这个楚打是吧，跟这个楚国在这个城濮这个地方，就今天这山东这个濮县，这一仗呢打的结果是楚人战败，所以这样，这个晋文公啊就可以把这个是吧，把这个齐国、宋国、鲁国、魏国这几个国家的这个国君啊，就拉到自己这面来了啊，因为他是这个战胜国嘛，是吧？所以这个他们这个七个国家的国君呢，就在这个建土，就是今天这个河南这个行泽这一带是吧，就等于是开个大会，开个七国的大会是吧。那么这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的城濮之战啊，这是春秋时候，这个应该说是进入春秋以后，这个晋楚两国这个打的第一场这个大战啊。城濮之战因为这个晋国打了胜仗，所以这个对楚国来说就是说这个打击是比较大的是吧，因为这个楚国本来也是个强国是吧，所以这一仗这个被这个北方的晋国把它打败了。那么这个对晋来说，他就是这个中原的国家打败这个南方的楚国，那这也是第一次，晋国这个第一次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城濮之战这个历史意义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这个原来是一个南方的一个强国是吧，当然这个北方有个强国就是晋国，这两强是吧都很厉害，但从这次这个竞争以后，等于说这个楚国下去了，晋国上来了，所以这整个这个形势，这天下的形势就是改。那么晋文公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这个襄公，晋襄公继位是吧，因为这个时候襄公当然比较年轻了是吧，他这个才干当然也不如他这个父亲这个晋文公啊，但是他这个时候可以依靠就是晋文公手下的一批老臣，因为这批老臣都是足智多谋的一些是吧，一些这个文武人才。所以呢，这个时候到晋襄公时期什么，晋国还是保持了他这种强国的地位啊。那么楚国自从这仗这个打败以后呢，他就至少在短时期以内，他不敢跟这个再去碰这个晋了，是吧？知道这个晋不是好惹的，是吧？所以呢，他这个策略，楚国的策略就是，不去跟这个最强的晋国去碰，他就去什么
去跟那些比较弱的这小国去这个去侵犯他们啊。所以到了这个楚穆王的时期是吧，楚啊先后灭掉了不少这个中原的小国，例如像这个姜，在这个今天这个河南这个汝宁，六就是今天的安徽这个六安啊，还有这个廖在今天这个河南这个固始，这些小国家都给楚灭掉了。那么在楚穆王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就是楚庄王继位。我们知道这个庄王是春秋时期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一个君主，是吧？在这个楚国这个君主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所以这个在这个楚庄王出力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楚的形势并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楚国内部因为有很多这个是吧别的民族啊，他们所建立的一些小的国家那很多了是吧，但是呢因为这个时候这些小的国家是吧，趁着这个因为这个是吧老的王已经死掉了，新王刚继位是吧，就是趁这样一个空隙是吧，他们纷纷起来就是什么这个来反对这个楚啊，不服从这个楚的这个对他们的控制是吧。所以呢例如说当时就有所谓这个群书，书就是舒服的书是吧，书在今天这个也在安徽是吧，安徽境内。还有这个雍啊，平庸的庸啊，庸国是吧，还有这个百仆啊，百仆就是这个仆就是三点水一个仆人的仆啊，还有这个群蛮，就是很多这个蛮族。那么他们都纷纷起来反这个楚，所以等到这个楚庄王这个继位以后啊，要开始就要收拾这些小的这个百仆群蛮了是吧。所以这个楚国先后灭掉的时候，雍、叔雍是吧，叔鸠是吧，把这小国外面的小国灭掉了。这个时候，因为在楚庄王刚继位的时候，楚国这个内部是吧，它也有些问题，有些矛盾是吧，所以这个楚国这个也把这个国内这些这个是吧，一些这个矛盾这个也把它这个基本上把它平息是吧。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说这个对楚来说是很重要，他外面是吧把这个群蛮这小国把他这个镇压下去，内部把这个楚王室内部的一些这个矛盾解决了，所以这样他可以这个腾出手来，就可以这个又可以这个对外啊，对内部问题因为解决了嘛，是吧。所以这个当时这个作为这个楚国的这个敌对最大的这个敌国了，这个晋国了是吧。那么晋国的这些大臣呢，他们对这个楚国也有个基本的一个估量，他这个估量什么，就认为啊这个楚庄王现在新立的这个楚庄王这个人很善于这个治国啊。所以这个当时他们就说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楚庄王他继位以来是吧，他几乎每一天没有一天不忘掉什么呢，把这个他这个楚国的国人什么找来什么给他们这个等于说是训导他们是吧，是吧，而且呢这个楚庄王他自己对自己也有认识，他觉得是吧自己也不能过是吧，有的事情有时候不能做得太过头，所以他自己这个自警是吧，就自己要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有时候这个是吧这个过头，做事情过头是吧，所以尽量呢是吧借自己的这个那种这个骄傲的情绪是吧，这方面就是这个不能让他这个智障起来是吧。而且呢这个楚庄王他非常这个懂得什么呢，就是这个老百姓这个人民是吧，一个治理一个国家这个人民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认为这个对这个民生如果要搞得好的话，你这个国家就有力量是吧。所以这个晋国当时有的大臣这个像这个随会当时就对这个楚的评价就是说，他这个楚国是吧，楚国这个时候是吧，
他各方面正史是吧，他的礼制各方面都很不错，搞得很不错，也就是说楚庄王治国治得很不错。所以对晋国来说，像这样的这个敌国我们就不能轻易的去碰了，因为他很这个治理得很好，国家很强盛，你这样去碰他的，你自己容易出麻烦。而这个时候相比之下呢，这个时候晋国的这个国内这个形势不是太好，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楚国的这些大臣是吧，对这个晋国他也有评论啊。他这个例如说这个有人就对这个楚庄王说这个晋国的情况现在怎么了，说他这个元帅啊先户，元帅是先户，他说这个人什么呢，是怎么样个人呢，这个人有特点，这个人当时掌晋国大权的人了，他的毛病什么呢，刚愎不仁，这个人就是说很主观，很武断，很多事情，所以这样呢，当然作为一个最高领导国家领导，这就不合适了，是吧？所以说，由于这个他是一个最高领导的，是吧？地位最高，可是他又很主观，什么刚愎自用，所以他当然就得不到下面人是吧对他的这个拥护，是吧？对他的佩服，是吧？所以说晋国这些大臣是吧，这些将领们是吧，不太服这个就是这个先户的这个是吧，他的这种领导啊，所以说他们这个都是什么，这些将帅因为他手上都有兵权呢，各自为政，也不听上面的啊，各行其事是吧，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不把这个上面这个最高领导看的严。所以这个就楚国人就看出了晋国的是吧，他存在的是吧，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毛病有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楚国呢，因为在楚庄王时期，因为他很善于这个治理这个国家了，所以这个楚国这个国势啊，一天一天这个强盛起来，是吧？所以这个，例如说有一年，这个楚庄王向北面打。一直打的就是今天这个河南这个就是洛阳这个南面了，到这个伊水流域了，到这个洛水，甚至后来再往北就是这个洛水洛河，现在这个洛水是吧，洛水边上，这个楚庄王啊竟然是吧向这个周，因为这个时候周就在这个洛阳嘛，就问这个周王室说你们那个九个鼎呢，说你那个九个鼎有多重的分量，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外交上一个很不礼貌的一种这个是吧一种问话，为什么呢，这个九个鼎呢按照这个古人这个说法就是全国之宝器，你要做这个天子是吧，你要在高高在上在天子之位是吧，你必须要有这个九个鼎，所以这个九个鼎实际上就象征的就是天子的这个权势权位，对不对？那么楚国问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表示什么，我想把你这个鼎呢把它这个夺过来啊。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他这个把这个周天子跟着不放在眼里啊，而且他这个也反映出他这个野心勃勃是吧，他连他这个鼎他的也都想要是吧。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晋楚这个对立这个状况之下是吧，而这个像这个中原一些小国家像郑国宋国是吧，他们这些国家成为什么这个南北两大霸主的什么争取的这个对象，因为他们在中间，所以这个南北二方是吧，他为了要自己这个扩大自己这个势力吧，提高自己这个地位吧，就要去到中间拉这些小国来是吧，靠向自己这面。那么这个楚国当时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郑国郑国好像就是对这个楚国不太听从嘛是吧，所以这个楚庄王就派了大兵呢就去打这个郑国，把这个郑国这个首都啊
围城围了三个月。那么这个郑人后来这个郑国人他没办法，这个三个月一围，那个城里人那个了，这个不管是谁是吧，官吏也好，这个、老百姓也好，这个、大部分都没饭吃是吧，好多人都饿死了，他就没办法，只好什么投降这个楚国。那么这个他这个投降楚国不要紧，因为这个郑国原来他也是这个，他是这个就是靠晋国的，这个晋国当然就不愿意了，哎，是我的仆从国家，哎，现在怎么被你抢去了，被你楚国抢去了，所以他这个当然不干了是吧，所以他就要这个要跟这个楚啊要比一个高下。当时这个晋国的军队已经开到了这个黄河边上了，黄河边上后来这个一听说啊，说这个郑国已经投降了这个楚国了，他本来是想去救这个郑国，现在想这个救也救太晚了，救不了了，郑已国已经就投降了楚了，你再派军队去也没用了是吧，所以就准备什么把这个军队往回撤啊，撤回去。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晋国的这个将帅啊，他们的意见不一样，因为这个将帅很多了，晋国的是吧？有人就是有主战的，有人就是主张就是退回去了，不打的是吧？都有，所以这样，因为这个意见，这个大家这个意见不一致，但是最后呢，就是说这个主张跟楚干一家的人是吧，占上风，所以后来决定什么？把这个军队不要撤回去，还是往前面开，要跟这个楚国这个决一胜负，是吧？所以这个后来啊，就在这个他们在这个密之间，密这个地方，在今天这个郑州附近，那么这个地方就晋楚两国的这个大军就开战，最后打的结果是这个楚国大胜，这个晋国这个打败了。因为这次我们说这次这个也是一个大战，也是大的战争，但这个大战争呢，这个前面不是我也提到了，说晋国当时他自己估计啊，就是说当时晋国那个这个条件并不是太好，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晋国这个上层什么他这个各自为政，他不一致，大家的想法不一致，主张也不一致，所以这样呢根本不行。你这个知道吧？你要对敌的话，必须内部要团结。他没有，他各自为政，所以这个也决定他这一仗非败不可。你这个上面你都不同意，那个大家这个是吧？各说各的，那怎么能去打仗了？跟敌人去打这个大战啊？所以这样一来，这个楚国是吧，就胜了这个晋。所以楚国就取得了这个天下的当时这个霸主的这样一个地位，他成了霸主了。原来是晋国的，因为当时这个霸主就是这样子，谁打赢了，军事上谁打胜了，谁当霸主，这其他的小国都听你的。你要是打败了，你就失去了这个霸主地位，那么小国就跟另外一个得胜方的那个什么霸主去跟着他们跑了。所以他在这样经常这样子这个来回这个摇摆的，这个在春秋时期我们说是一种这个成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是吧？总是这个不是你胜就说我胜，是吧？而且这个好像是轮回的，因为前一次吧晋文公是这个战胜了楚国，那么第二次是吧楚国又战胜了晋国，是吧？好像这往返这个来回这么倒啊，来回这么倒。